看起来我们很弱吗？我胜负欲起来了，不能输啊！我来了。哦，就已经开始了是吗？这个门我怎么进不去？哎呀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我该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是菜到我现在不知道我该干嘛去。人菜瘾大，我觉得，因为大家也老说我打游戏成菜菜，我觉得可能是我设备的问题。看来我玩游戏菜就是跟设备无关，一点关系没有，怎么都菜。